家好，我是柯姐，今天是白色情人节，当然就是来抽白色情人节短暂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。大家好，我是可可酒精啦。好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了，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。那如果想要看更多可可酒精的非洲转蛋影片的话，在播放清单中有满满的、满满的、满满的非洲影片等候大家去观赏。那如果对爱情充满了兴趣，想要了解更多，可是却不知道该如何前进的话，可可酒精的心灵对话《Talk to Me》的影片中有一些可可对爱情的一些看法、想法。那大家不嫌弃的话，也是可以去看一下。喜欢记得按下我喜欢，还有订阅可可酒精的 YouTube 频道，以及我的粉丝专页，帮我按个赞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